相信电视广告，不要相信排行大榜，不要相信花边新闻，不要相信存款利息，不要期盼好运到来，好运属于贪官污吏，不要继续好人相处，好人都在挖煤盗土。你可以相信最最糟糕的事情，他每天都在我们周围接连发生，你至少需要有100万吨的信念，也许我可能勉强继续活下去。活下来。